名家书宝，名家指路，榜上有你，寻找最具眼光的收藏者。本栏目由名家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。曾汉光，名家传媒首席鉴定师，国家级艺术品高级经纪人，高级评估鉴定师三级，名家传媒名家书宝栏目首席专家。各位藏友大家好，名家书宝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胡天瑶隐青白瓷一个盘。胡天瑶呢，当时是位于景德镇的东南，他叫胡天生，所以以他的地名就命名为胡天瑶。胡天瑶呢，他当时烧上是从五代十国这个时候开始烧上青瓷和白瓷。青瓷呢，胎色它是青灰，白瓷是洁白。产品它是主要是以盘碗为主，在当时宋代呢，北宋的时候，胡田地区它烧烧，就像就像我们介绍龙泉窑一样，它的有它的特点。胡田窑它的烧造方法是仰烧，仰烧就是什么？就是把这个穿竹不使用，把这个器物放在这个仰着，它也不是叠烧，也不是支烧，它采取的是一个比较通俗的仰烧，它有的还要铺烧，铺烧它就这个盘它就不翻口，它是直的，它上面不施釉，留一点釉，然后下面全部满釉，就像这样烧，它是不同的器型，它采取不同的方法，我们称它叫盘的存口。它留一点点不使用，它是这样的。然后它的器型多数它是不采取任何的纹饰雕琢，它主要是兽器型，我们说那个朴兽的兽，所以在我们胡天瑶的它的瓷料它也是比较好的，在当时，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景德镇还没有开发的时候，就是以胡田地区为主，它的瓷石原料是比较好的，然后拉坯成型工艺比较成熟，采取的悬坯，它一个脚在底下踩，手在上面，在圆盘上面来拉坯，所以它修整啊工艺都是在当时是很不错的，它用的料它也是在当时是不错的，他用的料中的那个釉灰他配的比较多然后釉融的那个较透，就是他又湿一段时间釉以后，比如说这个隐青白釉，他湿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就要把一个棍子带到釉桶里面，他要搅匀，要搅一下。
他不然的话沉淀以后，对于一个器物的釉面放进去以后，它就会产生影响，是吧？然后要观察它的话，它里面也有细微的气泡，是吧？然后它的后面进步了以后，是吧？它也采取，是吧？到了中期，是吧？它的器物上面，比如说瓶啊、壶啊、碗啊、罐呢，它也采取刻划、画划，还有磨印，是吧？吴天瑶引青白瓷，食用稍后不均匀，肌肉处多发青色，上手后润滑挺阔，透之清脆悦耳。青白瓷很少有底满釉的，多为电烧。由于胎土细节，所以电烧处多有黑褐色色斑。这件吴天瑶引青白瓷盘，姿态不腻，造型规整秀美，透光度良好，釉融融透彻，焕发出引青釉白里带青，温润如玉的迷人魅力，值得收藏。他都开始，是吧？然后他施釉，他因为那个釉刚才讲的，他加的量是吧比较多，所以他在施釉的时候，釉还没有完全干啊停留的时候，他在一些是吧，比如说盘子的下端，再就是穿竹的竹边，它就会留下肌釉，留下肌釉，这在当时是胡田的施釉当中的一个弊病，就是我们说的不足。然后到现在是吧，经过近千年我们在鉴定一件真假的引青瓷，在鉴定方面是一个重要的依据，是一个重要的特色，所以在瓷，我们引青白瓷里面，是吧？它的施釉不均匀，是在当时的胡田，是吧？是一个釉上的一个毛病。肌肉处它多发青啊，你比如说你像这个，它看着这一穿是吧，它是有这种青色出现，然后它早期是吧，宋代早期它的胎，因为它的胎是它的是最好的。最佳的那个磁石原料，是吧？早期它的胎比较厚，到了中期晚期很薄。你不管是早期也好，是吧？是中晚期，宋代中晚期也好，它这个胎薄了以后，它一样。你像这么厚，它能够用手电一打，它是透的。这么厚，对吧？所以它的磁石原料比较好，所以这也是我们判断一件是吧真的宋代的和是假的后仿的，也是一个重要的依据，是吧？所以这也是另外它的穿竹是吧，它鼻不深，很薄很浅，然后这个穿竹它偏厚偏宽，是吧？这个是要一定在鉴别一件真假的时候，它也是一个是吧比较好的去判断的，是吧？
然后另外他的胎，因为当时是磁石，我们说是高岭土和岭土，它磁石，它不是到元代以后二元配方，它当时是一元配方，用磁石它就不用岭土，就我们说高岭土，所以它的胎，观察它的胎，一定它不是很致密，但是很细腻，摸得还是不错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也是鉴定，是吧？胡天瑶的这种隐青白瓷是一个重要的依据，所以也从他的胎釉，是吧？拉坯工艺，是吧？再就是极釉的这种片漆，从这几个特点，是吧？来鉴定。今天这个盘子呢，它是不错的，是吧？严格的说，它这也不是传世品，是吧？从土里面出来，土沁水沁很明显，是吧？这个盘的边缘，是吧？都受沁，都衬在里面的，土沁水沁，是吧？这在当时是一件难得的，是吧？胡天瑶，是吧？隐青白瓷，一个精品盘，值得我们持续收藏家和瓷器爱好者珍藏。谢谢大家。本栏目由名家传媒荣誉出品，财富热线4001014797。